超正吗？对、啊、他超级正，这件内衣他超漂亮，重点是你看他那个勾，我真的要跟你们说，这件我真的没有贴 new bra， 完全没有贴，你看这里胸下就知道是没有贴 new bra 的哦，好吧哈。哎、欸，来，勾真的很明显，对吧？直接勾勾一条线在这边，我跟你说，我胸部不是大的哦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直接。形状出来，圆润的，通通给你们，瞬间融入，真的完全是不用去花大钱就有融入的效果。来，编号帮我喊 F13 的编号，内衣组，它是有内衣加内裤哦。有带过我们家内衣内裤组的话，应该都知道我们家 CP 值都超高，超级高，爆炸高，爆炸高。来，颜色身上叫黑色，黑色的颜色，这个颜色超美。干燥，干燥的颜色超美，干燥的颜色，正来，这颜色帮我喊一个绿色，我好爱绿色。对呀、啊，因为绿色也是灰绿灰绿的。对，绿色也很漂亮。来，再来，这颜色帮我喊一个灰色的颜色。绿色干燥跟身上的黑色，总共四个颜色哦，四个颜色在这边，然后它都是做那种撞色系列，你们看它都是做撞色系列，都超美，不是那种很无聊的颜色。然后内裤的颜色也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这颜色是绿色内裤，你看是不是很性感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有种神秘感。对，来，它是做这种两杆蕾丝，然后是做这种纱布料的，超舒服。这蜜桃臀一览无遗。对，真的是，来，这叫绿色的，这是那个黑色的内裤。然后这是灰色，灰色也超好看。来，这个颜色叫干燥的内裤哦，这样子一组的，好不好？它的尺寸有32、34、36、38四个尺寸，但是颜色尺寸有点小散，所以你们的话帮我注意一下置顶纹上面什么颜色有什么尺寸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帮我注意一下哦。F 十三的编号，四个颜色，32、34、36、38。然后这件的话，以上胸围去大，我的尺寸一般尺寸我是我的胸哦，特别是大 B 小 C， 大 B 小 C， 然后下胸围都是穿32，所以这件我就穿32这样子。然后一样都是有做这种集中拢距的效果，然后勾勾就很明显的一条线在这边的，对，然后来你们看看胸型超漂亮，这样的它是做那种很像山的那种圆形，很圆润的形状哦，所以它这边穿起来是完全不会压胸，不会挤胸，这个上胸无肉人超漂亮啊，这真的是上胸无肉的福星，好不好？然后来这个的话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的蕾丝这边是做撞色蕾丝，完全不会扎皮肤，完全不会刺皮肤，超级亲肤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来再来的话，它这边的话是做比较粗肩带，但是没有到超粗，所以你就算我刚刚这样子露出来都不会丑。然后这个肩带都是可以调的，副乳的地方这边的话全部都是这样子，都是有给你做遮住的，所以你们不用去担心说副乳的地方啊会不会炸出来这样子，它一样都是给你做包覆的，它的包覆性非常非常好。来，后面的话是这样做后扣式的，后扣式的话是这边它有四个扣子，四个后扣，一样是有做四个后扣的。然后来下摆的里面的杯垫，它超软，你这样摸摸看，它超软、欸，真的好舒服，好软，对，真的，它很像那种那个枕头，高级的枕头，记忆枕，对，是高级的，很像记忆枕的那种柔软度哦。它上摆这里是有做这种加厚的，但我跟你们说，它不是说像很多，哎、欸，像很多馒头杯的话，它就是那种很硬很硬的杯垫，那穿起来就是硬要挤石头奶。那真的会变石头奶，那你穿起来就觉得说啊卡卡的，然后就是说没有那个舒适性，但它没有，它舒适性爆炸高，然后它是没有钢圈的，它是没有钢圈的。然后自从我就是穿过也没钢圈，我就回不去了。真的，我就不穿有钢圈的，会有卡卡的感觉。对，它这个你夏天穿起来完全是不会闷热的哦，完全不会闷热。然后它是做有点像是那种乳胶垫的一个感觉，所以它非常非常柔软。上摆这边是有做加厚的，加厚，所以它会集中托高你们的胸部。这边的话一样，这里是会给你做夹一层的在这里，所以这件的话我跟你们说，小胸啊，那小胸部的女生啦、啊、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上胸无肉女生啊，这件你们绝对可以。然后它的杯垫是厚的吗？我觉得是差不多适中，对，是适中，但是它效果一样是有的，因为像有些杯垫太过于厚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穿起来有点太不舒服，而且胸型会变得很怪，对，会很怪，就是那个胸型就是好像会压胸，会有点压胸的感觉、嗯、然后整形，对对对对很不自然，很不自然。有些人就不适合穿，就是不喜欢穿太厚。像我就是，我不喜欢穿太厚的内衣，穿起来是因为它没有它第一，它是没有舒适性，再来穿起来胸部太不自然。第三是你这样子
跳一跳跑步，它很容易掉，对，而且很容易点点会乱跑，对对对，然后很容易空杯。可是你看我这样跳，它完全没有空杯的意思，它一样满杯哦，对、啊，它一样是满杯的哦。所以那种很多太厚的东西啊，然后跟它的胶那个它的垫太硬了，它通常都是很容易去跑杯的，然后你的点点就露出来，就会空杯，然后你穿合身衣什么之类的就很明显，对，这、哦、超级尴尬的。但是你看它包覆性非常好，我刚刚跳完全一样是没有跑掉的，完全不会，然后它也没有到很薄，它一样它的厚度一样是有给你们的，厚度一样是有，但它是做下摆后缘的下厚度，所以这个是集中托高的效果，给你做拢距的效果，所以这个的话也没有说到像是那种发式内衣这么薄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个的话就是太很自然，那个真的是对，那个的话就没有集中的效果，但它一样有做到集中的效果给你们，好不好？这个的话帮来这个这样一组，我跟你说，它就是夹内裤，外面的曼大插大，加零啊，就是加一个零啦，对对对，后面加一个零哦，不要讲专柜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一般那种什么阿姨啦，什么东西阿姨也是你一辈在起跳的啦，来啦，这个的话呢，一整套哦，来就是一个388块，一整套300，然后颜色那么好看，再给你们一个两组的价格，好不好？来，如果你买两组两个套组这样的话，就是366块，一套哦，一套是388，两套以上一套366，就是那么划算的价格，这超划算的。我真的跟你们说，因为这你们收到是跟外面那种专柜的材质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的效果可能还比专柜对，绝对是哦。他们专柜可能没有集中效果，但我们用集中效果一样给你做舒适性都有。内裤的话穿到2X都是轻松，整个都是有弹性，然后它连屁那个腿的部分呢、啊，弹性都超大，超大，还是别人可以套头进去。对，你看这里它是腿哦，腿在我也超过了腰，这个到肉肉腿女生绝对可以。然后它这个的话是有包屁股的，所以不会就是吃内裤啊什么之类的，完全是不会。后面就是有做蕾丝的，所以就是还给你做小小性感。而且它前面那一片真的好漂亮，超美，它前面这片蕾丝超漂亮，连脱下来都不会尴尬的，好不好？全部总共的话就是4个颜色，然后4个尺寸，哎3234、3638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帮我编号、颜色、尺寸、size就 OK 了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内衣的话，内衣内裤的话，其实我都跟你们说，3个月至半年内裤就要换一次啊。忘记给你看一下他内裤，他的内裤的话，我跟你们说。这里透气孔洞，欸这个、孔洞很明显，对，超明显的。所以这个透气孔洞啊，是你如果说是像我们月经来啊的时候，月经来前不是分泌物都会比较明显吗？像这个的话，它就是你分泌物来的时候，它不会说到说好像湿湿的在那边闷住的，这样很容易去感染，很容易感染。但这个都完全不会。那我们内衣内裤啊，其实你们女生就是3个月至半年就要换一次了，因为它就是很容易，就是一个淘汰品嘛、啊，没错，对，贴身衣物，对。生衣物，所以这个的话都会建议说你们可以囤起来放。那你们带回去就试试看，就是说啊，它穿起来是真心舒服，真的真心不骗的舒服。它是我真的摸过以来内衣，就是由里到外哦，内衣摸过穿过最舒服的一件。对，而且里面的杯垫真的一摸会吓到的，真的是会吓到哦。所以这个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带回去试试看，它穿起来是真心舒服、真心柔软的材质，绝对不是说那种很硬的蕾丝然后扎皮肤的，完全的，对，完全不。不会，旁边这边的话，一样背部这里都给你做夹厚的，所以这个你们不用去担心说肉肉会不会这样挤出来，而且背肉可以完全推过去，对，是可以推的。那这个的话，内衣方式，穿内衣的方式，你们一定要穿对。内衣穿对的方式，当然就是肩带这里一定要调紧。这里要调紧，但不是会勒到红线那种紧度，不是哦。这里调紧的话，你那个集中度有差哦，好不好？真的有差，对，真的会有差。你调紧的话，这里的话是不要太松，真的不要太松，真的太松的话，你这那个集中度完全是没有的。而且这样长期穿，胸型会跑掉。对，真的会跑掉。然后，也不要太紧，不要紧到会有红线勒红线那种的，你不要那么紧，就是在一个适中，你自己调一下适中的。然后你穿内衣的方式都一定要弯腰，这样子有点那种这样子45度角，对对，45度。鞠躬的，然后往旁边这样侧面拨，这样拨进来，你的副乳啊，你的腰间肉，自己的肉肉才会往中间集中，你的胸型才不会跑掉哦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内衣一定要穿对方式哦，好吗？这样子的话，千万不是内衣没有效果，是肯定就是你没穿错方式，对，你穿错方式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来编号 F13哦，所有颜色再给我们看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好给你们看一次，深橡胶黑色、绿色、灰色跟一个干燥的颜色的，真的好美哦，颜色。干燥真的很美，绿色也超美，我超爱这两个颜色。然后来，完了换款了哟。好的。